是阿达，就是老 K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 OK， 是老 K。哇塞，两个饶舌歌手，今天要带大家聊聊什么？我们现在跟 K 哥就是进行了一些漫才的 training， 我们要在这张专辑当中融入一些漫才的表演，所以我现在直接来到了洛杉矶俱乐部， yeah. 要挑战他们的 open mic。对，漫才的 open mic， 全部都是漫才演出的。但这边是可以出错的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轻松就好。OK， 好。反正就试完之后，如果不好笑，我们就整个去掉。对，那所以如果等一下直接会进到 ending 的话，就代表我们失败。不会啦，好不好？我们之后就是要做成一个常态性的，我们要每个周末。不一定，我觉得。好，每两个周末。今天演完，你思考一下再决定。我思考一下人生的方向，好不好？那就直接期待我们的表演了，大家再见。哎，被骗了吗？主持人大咖大咖，晚上好，又两周了，首次有艺人参战，电视上看得到那一种，你是说出现了但看不到，还是说他没有上电视？出现但看不到，对，也有那种艺人，空气艺人，你知道吗？空气系的，对，就镜头这样带坏就没有了。极度不发言的那种，也是说电视上真的有看到过，真的有做综艺节目，而且他基本上，我觉得他是多妻的，多妻，不是那个妻，我说多妻，你说奇人之福那种，不是，我说才华很多妻的，哦，有很多项目的才艺，对，这完全不是在拍马屁，是认真的，因为他要出专辑嘛，要唱歌，然后写歌，然后，就是他是不是？
是啦，就台湾很多这种 OK 或什么之类的。太多 OK， 我真的开不下去。每天遇到那些 OK， 我真的会发疯。你刚说 OK 很多 ，OK 很多。不然我们来，我要训练你啊！我觉得你要你这个店要继续开下去。啊、等一下我就演 OK， 然后你就是变怎么样？这个转折很硬的。然后你就演这个服务生，我演服务生，看看你怎么应对这个 OK。你要确定我要演服务生，然后你也 OK。没错。这个帮我签一下。签这个要干嘛？姐姐说，我怕我失手把你打死。确定的话，我们就演，比如说最后一次演半场啊。你也 OK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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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让我们对店里很多大小事都抱怨的那种 OK。好，来，服务生，你给我过来。先不好意思，有什么问题？你们这店怎么搞的、啊？真的不好意思，等我把衣服穿起来。你没有穿。我是在跟你讲衣服的问题，不是衣服。客人，你的要求真的很多哎，我把裤子也穿起来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要讲这种，是就是对店里摆设的一些问题。太满了，对不起。店里摆设，对对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OK OK。服务生过来。哎，是先生有什么？你这桌子什么鬼啊？啊，先生你很有眼光嘞。我们这桌子的设计可以让客人一边玩跷跷板一边吃饭。跷跷板？谁家的桌子用跷跷板了？我们刚刚怎么会同时下去，同时？桌子上的话，很乱，这种感觉的这种。啊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哎，服务生，先生，过来，你们这个桌子怎么回事啊？这桌子是怎样？先生，你看出来了吗？啊，好眼力。什么意思？这是八二年的筷子，我请法国设计师特别来设计，有巴洛克时期的风格，你看到了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要问这种东西。是，这桌子来历不重要，这桌子上面怎么会有一块黑点在这里？这什么鬼？太脏了吧！啊，那是一个礼拜五的晚上，外面下着雨，一个老人步履蹒跚的走进。胖胖的坐在我的桌子上，吐，这是吐吐。擦干净啊！讲这故事干嘛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凄美的故事，一点都不凄美。老人家，所以呢，所以呢，礼拜五呢，好凄美。礼拜三不能有尿，可是礼拜五，对啊，周末哎，一点关联都没有。算了，我们换一种好了。啊，你们店不是也是那种就是什么禁止宠物进出吗？不能带狗之类的。敷衍一个说，我一定要带宠物进来，你要阻止我哦，好不好？这边所以你是贵妇，对。今天不好意思，干嘛？我们这边不能牵蟑螂进来。谁会？够够够！哦，没有人会牵蟑螂，是这样带进来是吗？没有，谁会养蟑螂？不是这样子，林长。没有。今天不好意思，你马尔济斯是不能进来的。啊？哎，边境牧羊犬，哇，好高级，来这边请，这边请。他就有一个要求那种，对吧？对。先不好意思，狗狗不能在我们的店里哦。不是 啊，那 我放门口，那我进去吃那狗包都怎么办？谁负责？先生，我们有办法的。来，狗狗放在店门口，对不对？嗯。有一条线，你看。我坐在这里吃。对，你坐在这里吃。那线不会太长吗？线不会太长啊。不行吧？好，不要做客人了。就跟你说，现在是完全不行，不是？你要演这种，你要强硬的挡住，不能让狗进来，你要挡住客人。好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对对对。先不好意思，你过来进来。啊，你可以请。你单身狗？不是。被拍到了，算了，我们演奥克最基本款的那种。最基本款。对餐点一个要求。好、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服务生过来。是，你好。我这餐点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点的不是一个白酒意大利面佐乒乓球吗？不是乒乓球问题，我点的是红酱意大利面，不是白酒意大利面吗？哦，讲错了，那不好意思，那啊，我知道了。我写单的时候就是写着这个白酒意大利面。没有没有，我刚点的是红酱意大利面，我不管，你要给我换，这不是红酱吗？客人是这样的，其实他其实哈、啊、是红酱，什么意思？只是他刚刚受到你太大声的惊吓，擦，脸白了。看起来像是白痴吗？这什么？这绝对是骗人的吧？
我要是红酱意大利面，这不是红酱啊。先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红色这种东西是所谓的颜色，颜色是非常的抽象。你要怎么样去定义红色是红色呢？有些人觉得苹果红是红色，是啊、你觉得番茄是红色？是啊、你觉得墙壁上的那抹蚊子血是红色是、啊、你觉得手上的这颗手工砂是红色是、啊、究竟红色要如何定义呢？来，你看这版面、有没有可能它乃是一种颜色？没有，需要它怎么看不是红色吗？你就做错对不对？你为什么做错不承认？先生，错误其实也是很主观，在两性之间怎么会有所谓真正的错误呢？这个面有可能是我写单的时候写错，也有可能是我在厨房做的时候做错。但你又如何去定义错误是在谁的身上？哦，有可能是写单的时候你写错，有可能是全部都是你错啊，主要就是你吧。但是我不管不管，我一定要换这个，我要换成红酱意大利面。啊，我帮你换成一个青酱意大利面左乒乓球。不要乒乓，不要乒乓球，不要乒乓球，我要红酱意大利面。羽毛球。正常的红酱就好。红酱意大利面。红酱意大利面。今天不可能，我们是炸鸡店，怎么可能会卖红酱意大利面？来来来，不是啊，你们菜单上写说你们有红酱意大利面啊？哎，我是因为菜单有红酱才进来的。想不到吧？什么意思？因为这红烧肉六六六。演完了，飞哥感觉怎么样？还不错哎、欸，其实还不错吗？真的比想象中好，因为我们其实没有排很多次，我以为会很多忘记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我们的都讲到，除了白酱讲白酒，那个还好，那个小事还好吧，白酱对，小事小事，辛苦辛苦，大力的，希望是有宣传到的。我们之后的固定呢，就是每两个礼拜会上电视，最牛之一万场，直接宣传新节目，全部讲出来，对，有点惊魂未定的感觉，因为我们原本是第二组。对，就第一组的，第一组没来。演出前五分钟才知道说，哎、欸，我们变第一组。砰砰就上去了。其实开场是有点压力的。对，现场观众应该这样讲完都有记得你有发新专辑这件事。这个业配法，这个是有记得的，这个是最最重要的。那就没问题。只要我们平常记得在家订阅，哎，所以这个是你要你讲哦，我这个讨论过。喜欢这频道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加开启小铃铛。下次见，拜拜。没有军迷吧？其他活动大家想宣传的吗？这波操作六六六。就是这边本身是不能够携带外食的，所以请大家外带好吗？真的是外带。对对，这边的规定啦，不好意思，所以大家可以带着炸鸡在捷运进去之前吃，你可以在票口那个地方有没有？对对，然后旁边有垃圾桶，就其实这样子，不要扔进去。